是我希望咱们对我们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也给一些鼓励好吗？好的，亲爱的观众们，请大家文明观赛，请我们的家长管理好自己的小孩，让他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。防守犯规，北京新闻队19号拉手犯规，丢球两次罚球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，请大家对号入座，请带小孩的朋友看管好自己的小孩，谢谢大家理解与配合。防守犯规，防守犯规，美国西雅图大家对需要报道犯规。飞斯兰界外球。接外球 baseline， 北京希望队球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请大家文明观赛。下面是明星，我西雅图，西雅图登山家队请求换人。下球中央家队15号打出反攻，两分算，下半一球 and one。防守犯规，
Xia Du Dong Zhang 对十一号组的客户 ，Is Ma。
咱们的旅行和北京，北京希望队请求换人。
者犯规，美国西亚独登山家队32号打手犯规，留球两次罚球。精彩的 game 哦，三号
保守犯规。北京新闻队十九号拉手犯规。为什么？谁要多补？北京新闻队十九号拉手犯规两次罚球，我们也知道北京新闻队的十九号六犯离场，咱们拿题 4 out。下半场的丢失，北京新闻队请求换人，丢手两次罚球。鼓励一下双面人，好不好？丢球，来次罚球。如果罚中，比赛将回到同一起跑线。下次刘鑫，北京奥运请求换人。进攻犯规。西雅图中国家队请求换人。来，现场的一起来给我们的北京希望队加个友好，一起来，希望队，希望队，希望队，加油！防守犯规，防守犯规，美国西雅图登山家队二十号防守犯规，没起来。
球出界。 Bottom ball. Substitution. 西雅图登山家队请求换人。 这球直接传给了愤怒的小鹰，看来他们也是非常的有默契。 Substitution， 北京希望队请求换人。 刚才慢热的西雅图登山家队以一波小高潮也是反出了比分，看来我们现在的北京希望队特别需要大家的加油，在他们布置战术的时候一起爆发出我们热情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希望队，加油！希望队，加油！好的，希望真的他们能够像他们希望队的名字一样，能收到你们的希望和希望。 暂停时间到了。那么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本次比赛顺利的进行，也感谢宁乡农商银行，感谢大大理国家遗址公园，感谢国家级宁乡经济属开发区。那么温馨提醒大家。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，也就是11号的7点半，同样的一块场地，将会由我们的西雅图登山家队来挑战我们的北京奥神队。明天将会有一位国家队主力球员出场，他是谁呢？明天就知道了。 Thank you.
刚才我们的西亚多德拉加呢，也是击出了一记格里芬式的扣篮，很可惜这一球被成功的防守掉了。 防守犯规，西雅图工程家队三号打手犯规，下面优先北京西万队请求换人。西雅图工程家队第四节累计犯规已达四次。
比赛还剩下三分半钟，我们落后八分，一起大家队友伙伴一起来，希望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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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来一次，防守犯规，西雅图登山家队34号推人犯规，徒手两次罚球。希望队三号队员放松，霞头破。双方第四节累计犯规均已达四次。Thank you.
Substitution.
这次一定要守住，朋友们。 79-85，遗憾的告负。但是明天同一时间同一赛场，也会有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等着大家。也希望大家明天。